港岛东里面，北角是一个充满风情的地方，有旧区情怀，亦都有新发展的大蓝图。而且呢度生活便利，选择喺度安居乐业，自然是上上之选。介绍北角楼盘最出名的，一定要数城市花园。城市花园位于北角电器道海滨地带，由14座物业组成，提供接近2400个单位，间隔主打两至三房。城市花园最大特色就是港岛东最大型的屋苑之一，而且亦是今集三个屋苑当中实用率最高的屋苑，有近九成，迎合实用至上的用家。而且屋苑邻近维多利亚港，令部分单位能够享受到海景，亦都是一大加分位。除了屋苑会所设施丰富之外，这里亦邻近街市、酒楼、戏院、大型百货公司林立，生活享受充满各种乐趣。这里距离炮台山和北角站大约5至8分钟，楼下巴士路线亦都非常丰富，方便住户出行。如果城市花园未找到深水楼盘，不用灰心，因为旁边的和富中心同样都是优质的选择。由和王发展的和富中心同样都是北角元老级的蓝筹屋苑，17座物业提供接近1500个单位。这里最大特色就是屋苑统一三房以上的大单位设计，主攻中产和换楼家庭客。这个是早期落成的私人屋苑，内拢间隔见细，实用率全部达80%以上，而且大部分单位都可以享受到开阳的海景，过年过节放烟花，绝对是私家的打卡位。而且屋苑位置稍为远离主要公路，令到附近环境相对安静舒适，深受爱静一族垂青。屋苑自设180,000尺商场，有齐日常生活所需。屋苑邻近北角站，附近的交通干道亦都是港岛区的主要枢纽，上落出门自然更加方便。如果阁下喜欢环境清幽的居住地方，今集第三个介绍的百福花园你就不容错过了。百福花园位处北角小半山，属于区内五大屋苑之一，12座物业提供超过1400个单位，实用率高达80%。相比区内落成的新楼，百福花园最大特色就是屋苑大，开积间隔见细，种种优点吸引不少准买家。三个屋苑当中，这里环境最清幽，因为背靠宝马山，每日鸟语花香，呼吸都特别清爽。交通方面，这里步行去北角站大约10分钟，楼下英皇道亦都有多条巴士和电车路线，方便住户前往港九各区。日常生活，住户可以前往港运城、贤惠花园或者附近的城坤商场作为购物选择。以上屋苑的资讯，仲想了解多啲，记得联络我哋美联物业啦。